小熊猫。戴个眼镜比较可爱。这个好 ，Hello， 好一早，树林烤鸡腿欢迎，小叶欢迎。早上好，哎，等一下哦，阿飞早上好，刀剑无名早上好，五根早上好，早上好啊。Hello， 奇莱尔，欢迎，早上好啊。Hello， 君马吕，欢迎。夏天男孩，欢迎。功夫之王哈林，欢迎。Seven， 欢迎。明金卡丘欢迎，陈家树欢迎早安，卡丘早，明金早安，小叶谢谢分享，小五欢迎早安啊，谢谢明金分享，小五欢迎，鲁哥欢迎。Coco 姐欢迎，好的，陈家树 HOU 欢迎，一凯欢迎。树林烤鸡腿早安呢，今天鼻音好重，谢谢一凯分享。诶，我的头发是怎么一回事？娇娇小朋友昨天天亮才睡觉，应该起不来，为什么他这么晚睡？应该说他怎么这么早睡 ？Hello， PNG 888欢迎，坤坤欢迎，季风亮欢迎，安安呀坤坤，嗨嗨，季风亮，思源欢迎，趁他不在偷买他，偷买他。卖他吗？
你们都会一直听到吸鼻涕的声音啊、哦，真的是。Hello， 水锤，欢迎。醉博欢迎，浓醉博欢迎。去拿热水。Hello, CHH 欢迎，阿飞欢迎。Hello， 呆呆，欢迎。今天有点亮。今天没化什么妆，有点丑，就戴个眼镜跟大家见面。Hello， 中二幼男，欢迎。你们最近都在干嘛？都在干嘛呀？有没有出去玩呢？我好想出去玩哦。不会啊，这样就很漂亮。谢谢阿飞。认真上班，嗯，的确，我也都在认真练习，都在上班，很想你。陈家树，你最近很忙了哈。哦哦，都在上班，而且昨天没什么睡，好想睡觉。你们是上夜班吗？怎么会很累？那你赶紧睡觉好了，你现在。睡觉，你不要看我直播，因为我直播会很久，为四单的钱而努力，很棒哦，陈家树，我等你们来，我等你来，小杰欢迎，刚起床，跟我差不多概念，我也是刚起床那一类，因为我最近，我也是这两天没什么睡觉，可是我等一下要上班了。不然就挂听啊，你先眯一下，眯着，先眯一下，等等，等等，你几点上班嘛？当然叫你起床，危险重视，欢迎。剪刀石头布，陈家树，希望我等下可以赢你。希望大家可以赢陈大叔。Hello 六五八，欢迎。好，我现在去跟陈家叔猜拳。Hello， 怎么吞中的欢迎啊？第一场就输你，第二场平手，第三场输你，第四场输你，第五场输你。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弱啊？曹瓦哥，欢迎。Hello， 吞中游，欢迎。真的很弱哎，陈家树，你干嘛一直赢我啦？很讨厌你耶！嗨嗨，桃瓦哥，早安的桃瓦哥，我先跪，没关系，我已经输了很多场，我不怕这几场。且滋味，欢迎飞行蘑菇，欢迎。
好啊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剪刀石头石头布。好，北斗与绿欢迎。好，去跆拳。等我一下哦，第一场输，第二场输，第三场输，第四场平手，第五场输。哦，又成加速。啊，算了。北斗与绿欢迎。我一直输，我不要玩了，不要再给我什么剪刀石头布了。我就一直输没，俊怡欢迎。一直输也没什么好玩的、啊，一直输成家树太弱了吧？我应该没有什么赢过别人的样子，是吧？欢迎猪，欢迎早安。Hello， 傅伟，欢迎。Hello， 以下欢迎四五一六六四一，欢迎早安，早安呢？对不起，干嘛跟我道歉？不要跟你玩的啦。加速你这样不行，对，加速你这样不行。原子欢迎，俊颖早安。Hello， 晨晨早安，切尔东早，傅伟谢谢你的 love， 浩浩早安 ，Hello 早安，谢谢傅伟的 love， 日文名字早安柠檬早安，谢谢你的魔法棒柠檬，早安，好像早安。我今天不会开很久哦，我今天开一个小时而已，等一下十一点就关了，会不会太早？浓浓的鼻音啊！对啊，我为了这几天都啊，好啦，跟你们说，其实我最近有一点小感冒，应该是就是感冒，然后我这几天都没睡好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烦。就是我有看，我还没看病，因为是昨天晚上才这样，然后整个人超级不舒服。骑士团欢迎威哥，欢迎一凯，欢迎阿飞，欢迎。但是你们不要担心，其实我是一直喝，一直喝热开水，我就会好，就是所以你们不要担心。对，我等一下就会去看病。耿耿欢迎，阿卢莫里斯欢迎。一卡欢迎，人豪欢迎，小胖欢迎。难怪十二点都没睡，你怎么知道我十二点没睡？感冒，我真的最近我很常感冒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好讨厌哦，就是我就是鼻子很容易过敏的人。牛默默欢迎，嘉阳早安，阿哲早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只要遇到什么就出去玩就会很常过敏啊，鼻子过敏啊，感冒啊，回来就带一堆病，我就觉得好烦啊。但还好我今天好多了，昨天晚上比较夸张。微如欢迎，早安啊嘉阳。北部一直下雨的关系也有可能，因为我鼻子从小就一直过敏。最近都有戴啊，奇怪了，一定是因为没遇到我，有可能阿如，我出门都会戴，可是就是，可能，就是搭车的时候会戴，然后没有搭车的时候就会拿下来，因为不喜欢闷住的感觉。但的确啊，我需要戴口罩才对，一直戴着。然后最近又一直骑车，所以可
可能早上骑，然后晚上也骑，就早晚温差大，所以要顾好身体，就是这样。希望可以赶快好，因为我真是受够了这个鼻子堵塞的感觉，容易鼻子过敏问题，看耳鼻喉科了解原因。我之前有看了，他就叫我多吃什么，就是我忘记说什么，反正就是多喝热水。可是我超爱喝水，也很爱喝热，我也只是搭车的时候才带。对呀、啊，刚好生理期不……哦，对了，陈家说有可能起床发炎，免疫系统不好，可以多吃奇果。我每天都吃水果。谢谢耿耿的追踪，一直成友的关系，真的吗？录了一下，是吗？早安呢，魏如，谢谢耿耿的心心相印，谢谢默默的心心相印。鼻子过敏吧，但是我晚上刚起床的时候凉，晚上昨天凌晨的时候凉是有发烧，然后可能因为我很常发炎，就是喉咙发炎了，然后鼻子过敏就会发烧，然后早上凉就没事了，因为我昨天晚上一直喝热水，一直喝。艾莉，欢迎 QQ 早，一定是太美了，病毒嫉嫉妒。阿鲁，不要在那边闹，在认真，还在那边给我太美病毒嫉妒。如果要治标不治本，推荐欧洲欧治鼻，真的很塞，可以用一下。好啊，欧治鼻，因为我喉咙也很痛，其实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才播一个小时。好，等等就去看病。契儿早安，所以我今天不能跟大家聊太久。我知道你在逗我，阿如，千面面欢迎，谢谢啊。所以我不能去晨泳，是不是？晨泳就是对我的身体不好。是吗？是这么说吗？保重身体，没问题。照顾自己是必须的，没错。谢谢柠檬的四叶草。OK，陈家说，但其实我活力很好啊。我早上起床就第一件事啊，要直播，要跟大家聊天，赶快。起床，本丸早安，本丸卢卡乐早安，谢谢本丸的剪刀石头布。没啦，陈勇我乱说的 我不知道陈勇跟鼻子过敏有没有关系，应该是没关系。呱呱早，不然问大家。阿露，谢谢你的 love，我要去猜拳了。刚刚本丸跟我猜拳，我希望可以赢本丸。第一场平手，第二场平手，跟本丸都平手。我今天不是平手，就是一直输，没赢过。林庭人早安，呱呱谢谢分享，早安呢林庭人，早早早。阿露，谢谢你的 love。谢谢阿鲁的 love，早安呱呱，Happy Love，早安。娇娇起床喽，对，陈娇娇起，不，娇娇起床了。阿丽感冒了吗？没有，阿丽是感冒一下子，等一下就好了。阿丽会好很快，所以你们不要担心。感冒这事放旁边，直播先跟大家聊天，我的心情就会好多了。我健身之后就没再过敏了，考虑一下。可是我每天运动啊，我跑步什么的，也有可能是刚刚有人说对了。家树说：“阿丽早啊，早安呐、啊，乔丹，有可能是阿丽最近生理期吧，身体比较软弱、虚弱一点，所以就会感冒。但我个人很常游泳之后凉流鼻水，就是。”哦，那有可能是我游泳嘛，然后
碰完冰水，然后又去蒸汽房，然后又出来，很冷这样子。有鼻腔进水吗？什么意思，嘉阳？豆力王早安 ，Happy Love， 谢谢你的模仿棒。林庭人，我来加班看直播中。你加班哦，你上夜班哦，是吗？林庭人，谢谢 Happy Love 的模仿棒。啊、刮刮中了20倍，获得40浪花，还获得爱的小熊碎片一个，恭喜呱呱。呱呱，谢谢你的玫瑰。呱呱，谢谢你的 kiss， 啾咪毛两早安，就是呛到。我游泳有练练那个，就是在水中比较会换气什么，所以我没有不常呛到。他阿哈阿力的直播还可以领加班费赚，为什么林庭人晚上睡觉电风？电风扇开太强吗？我电风扇几乎开最弱，而且我不吹我自己，我就是会给它转。但是我昨天晚上因为实在是太不舒服，所以我把电风扇关掉。因为我已经这样子持续了2个晚上，所以快好了。今天是快好的一天，因为前几天才更比较严重，现在好多了，现在还可以正常吃东西。因为我前几天是喉咙痛，所以我现在是正常吃东西，还可以正常跟大家说话。我前几天是说话都不说，就是闭嘴这样，就是完全不想跟任何人说话。所以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话，我觉得太开心了。保重，谢谢庭人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阿丽没事。阿丽在这里，阿丽人没事。其实泳池水要进入呼吸道容易感染，要是进入哦，真的吗？那我这几天先不要去游泳好了。我刚还，但我这几天也没去游了。谢凯蒂猫早，那我的身体也太烂了吗？水果教主早安。我不想，我在吃苹果。心理治疗法，阿丽没事，嘉士没事，真的 Happy Love。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好多了，只是我说话会很难听而已，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换了阿丽，阿丽还是阿丽，阿丽还是最甜美的，自己说自己是甜美，自由自在欢迎。我看到一排乌鸦飞过去，干嘛？相思欢迎，谢谢林庭人的心之怪。大黄瓜，你哥早，人好早，谢谢林庭人的许愿瓶。在院欢迎，你是甜美啊，谢谢陈家书。嗯，吃掉自己的头发。你们应该都在认真上班，对不对？现在都在认真上班。
新营哦，那铁门好吵。隔壁铁门都是早上都会吓醒我，隔壁铁门会一直开，开开关关的。因为隔壁好像他们就是铁门是停摩托车吧，然后隔壁的哥哥们他们都好像有些人上夜班嘛，然后早上回来的时候六七八七点多吧，就一直开铁门，然后就让我觉得超吵，因为我住一楼啊，然后就听到，然后就觉得 Oh my god， 很吵。因为我从来不开铁门的，就是我家的铁门我就很少开，我都是开大门啊，就是旁边的车门。一只小晴天欢迎，哎，那个我的留言怎么又不见了？大家又没出现了？哦，出现了。我想说，刚刚我自己一个人讲话讲的，好像二旗手推翁同勋耶，少凯推翁同勋太棒了，谢谢分享。直播看滴滴五二的汪同学很漂亮，最认真了。我没有认真上班，我知道陈家树。谢谢你哥的剪刀手布。我先和阿丽说，等等老板会跟我来，老板来，我随时会离开哦。没事的，聆听人，娇娇休息哦。你是不是昨天很晚睡啊？啊，是很早睡，是很早睡，所以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啊？你要好好休息哦。我今天直播也不会开太久，所以等一下我直播完，你要早点休息哦。Hello， 一直以为你的眼镜是特效，是真的。潜水兔欢迎，阿丽也是假的，今天是假的阿丽。亚麻路不早安，林庭人谢谢你的四叶草。亚麻路不早。米加乐欢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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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丽辛苦了，少凯也辛苦了 ，CA 欢迎，早安早安，贝贝雷欢迎，吴亦凯欢迎，老公欢迎，陈家柱欢迎，你好少凯，出生，Oh my god。我们礼拜天再来认真聊天，好吧 ？JFF 欢迎阿丽，居然知道我很晚睡，结束记得多休息。因为刚刚有人有说啊，就娇娇昨天很晚睡，然后什么她应该今天在睡觉，不会来看你这样子，然后就说好啊，大家都会为了你请假，帮你请假，拜拜，早安。今天刚好休假可以看阿丽，谢谢少凯。今天的阿丽也是元气满满，你们要元气满满。等等我直播完我也要去休息。用户名不能去空白早安，明明就刚醒了还要再去休息。信家早安，有告诉完，谢谢本文，本文也要好好休息。本文最近都在忙什么啊？笨早安，开到十一点，哎，我是早开十几分钟。大家都休息起来，对啊，今天是礼拜几？今天礼拜几？三吗？总觉得今天好像礼拜一。喂，你早安。我好像礼拜三有常开直播。用户名不能是空白，谢谢你的看好你哦。对你9:51开的，然后我断钩了，断钩什么？你旁边是一颗爱心啊 ，HK 早安 ，HK 早安 ，HK 最近很难得来找我，最近都差不多上班下班修照片，你修照片都修很久吗？不知道这礼拜都是放假放到不知道
放那儿不知道人的状况状症状。早起开阿丽的握手会啊 ，EP 我写到一半，那么辛苦，本文，你很用心的，每个人都会写，就是很常看到你几乎都会写大家，你真的是。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很好，就是你们都会写这些，让我们来看，那就是阿丽好像很累的样子，没有很累啊，怎么会累呢？看到 HK 怎么会累呢？看到大家怎么会累呢？等一下 HK 又开始又要跟我疯狂猜拳，我怎么会累呢？没有啦，你今天最好不要跟我猜拳，我今天一直输。刚刚人家一直跟我猜，然后我一直输别人，我现在没有赢过一场。阿丽早上直播都这个样子，你说刚起床的状态吗？猜拳店面又修好了。对，修好了，什么修好？前几天是坏掉了，是不是？玉超，早安，多喝温开水，有我多喝温开水，谢谢空白。山姆，欢迎，飞行蘑菇，欢迎。还是因为今天莉莉没化妆，所以没什么化妆，我就是擦口红，就这样，然后眉毛上一点，所以你们觉得看起来我很累，的确我现在很懒得化妆，所以因为这几天化妆化得太勤劳了，就是太常化妆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想让皮肤休息一下，也想让我的喉咙休息一下。啊！我现在在自嗨，哈威尔欢迎，泡泡龙欢迎，现在阿丽下播能好好休息，没问题。HK， 听大大的话是对的。北原神推早安啊！没化妆的没有，我还是有擦口红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如果没擦口红 ，HK 又来剪刀石头布，我等一下再跟你玩。我先跟大家回他们的，谢谢阿鲁。没有，我有画一点眉毛，我没有眉毛会完全没精神。再来就是我有擦口红，我如果我没擦口红会很失败，会很像那真的是生病的人。所以我有擦口红跟画眉毛，然后又擦保养品，所以我现在。而且我有开特效啊，那特效还有打亮啊，当然就是会是漂亮的。你看我现场就觉得哦，我好丑。阿丽慢慢猜，我继续忙一下。好，陈家书，我没有感冒，我好了。前几天感冒，现在好了，今天就好了。今天早上跟你们直播就好了，昨天下午之后就坏了，真的哦，还好有修好了，因为 HK 他现在又。疯狂的加什么布，如果他如果坏掉了，他就没办法跟我玩了。我就看我今天可不可以赢，那我就希望 HK 给我一点幸运，给大家给我一点幸运的能量吧。泡泡龙早安，卢卡的还好，我很好，没事。好啦，我维他命 C 早安，浪客25256894欢迎。好啦 ，HK， 你也要休息一下，你不能丢太多。好不好 ？HK， 你要休息，这样子我怎么休息？国树早安，阿丽快乐，帮成员涂，你会不会看得很吃力？什么意思？娇娇，帮成员涂涂什么？你会不会看得很吃力？什么？娇娇，一会早安。口红能改变气色，没错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的眉毛很淡，所以我的眉毛必须得画，如果没画了就会觉得很是无眉小姐。Hello， 蜡笔早安，阿丽慢慢猜，我继续慢慢。好，好了啦 ，HK， 小黛笔早安，熊大早，阿哲早，艾丽早，玻璃琉璃早，而且乐巴姐不在，阿丽嗨不起来。今天乐巴姐去工作。现场更厉害，很厉害的颜值，真的吗？本丸，本丸
喜欢夸奖我，我也要夸奖本文。本文拍的照片100分，艾莉素颜还是很美的。我没有素颜，跟大家说我有化妆，口红，口红是女人很蛮重要的一个东西，还有眉毛。好啦 ，HK 终于停止了，我现在去跟他猜拳，我希望我可以赢。第一场胜，你看平手哦负。第二场胜，输。输了，耶、yeah, ！又胜三场胜，平手负，平手胜，平手平手平手，我们很和平哦 ，HK， 平手负，哦，不要再负了，负胜胜，平手平手胜胜。八负平手，尼哥，我跟你平手，尼哥。阿力猜拳加油，我已经猜完了，100分，本晚100分。CHH 欢迎马路不展，我上班前给你打气，希望你尽快康复。没问题，谢谢 HK， 你上班也要加油，大家加油起来好吗？不要因为我直播你们就偷懒。要跟阿丽一样要加油，切尔东早安，浩一早安，小 Debbie 早。HK， 你要让我休息啦！啊，你好啦，我给你恭喜升 HK 升级到黄金，哇 ，HK 真的是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猜拳现在涨。26256849493颗早安，阿丽没让我们。还没让我们看过无眉阿丽呢，有啊，我上次就有素颜给大家看，不是眉毛都很素吗？切尔东早安，吼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猜拳次数，我觉得有200多个猜拳都是 HK 给的，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。好了 ，HK， 你要让我休息，你就不该给我，一直给我，我想偷懒。阿丽早，阿华早，我也想偷懒，那我也先偷懒，我不要猜拳了。对啊 ，HK 每次进来都给我丢很多，哎，你的礼物已经太多了 ，HK， 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已经太多了，你不要再给了。上次我还可以原谅他说，哎，你真的是想被揍哎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我上次就跟他说了，他已经丢了100多个嘛，然后那一天直播他丢了100多个剪刀石头布，然后我就跟他说。好，我原谅你，我让你这个当做你上次，他说他上次生日没有来找我，所以他这次当生日礼物他给我。然后呢，他这几天连续3天都有来看我直播，然后就一直丢一直丢。然后我就觉得这生日礼物都可以拿来吃大餐，你就直接给我吃大餐了，你不要给我丢剪刀石头布给我，我还一直输你呢，真是的。想被骂，看我都哭，我跟你讲，星星早安。他就想被骂，他想被揍。吃比猜拳重要，没错啊，这当然。阿力猜拳排名会不会到前三名？就是 HK 害的，我不要到前三名，他可能还没带上去。想揍粉丝的阿力，那我要去给竹哥了。好，你给竹哥一点。跟你吃大餐会被出去先比啊，那希望以后我可以跟大家吃大餐，四单收入取走起，快乐帮什么？帮什么成员？快乐帮什么成员？哦，你是说照片吗？你是说佳佳？你是说你发的那个限动吗？我有看啊，星星咋？我有看，艾丽猜拳会不会？你去给竹哥，上次 H 哥送到15000多点。超猛，他真的是猛哥哎！哎 ，HK， 你不是喜欢我骂你吗？你不喜欢我揍你吗 ？HK 是你绑的90%，他是我的大大，是我大哥，大哥好，大哥。阿力看可以看谁丢多少，我就废，陈家树就废，是300多都是他结的。Oh my god, HK 也太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我没有揍他，他可能会给我丢到1000多。他真的是
蛋杰克为早安，九蛋早安，水果教主欢迎安利大哥，要叫什么大哥哥？大欧巴，欧巴擦亮黑。对啊，你会不会看的？吃力不会啊，娇娇，我只很认真看，在认真研究，总感觉是那种什么什么五，就是那种家族的那种什么几中代几中代的感觉，还分得很细。小周早安。想被骂，只想被骂，我想被骂。人气的象征是 HK 太对我太好了。你们这样对我好，我会被你们宠坏了啦。等一下以后就说大家进来丢礼物，这就不是阿力了。然后钱不是我的，开玩笑的，没有啦。如果那些钱现在可以拿出来，我就请大家吃大餐。要不要吃大餐？吃起来，吃十二锅，前三名是一种肯定啊！对啦，也是你们对我的爱啊！这就是你们团结力量大，我们都要更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都要更好，我要去猜拳了。我希望我可以赢 HK。大家都会被出击，那就等我毕业那天。阿力真的很贴心，没有贴心，线上聚餐，线上我要吃藏寿司，那去找娇娇，我们就叫娇娇。原来是族谱吗？我们小噗噗们出点绵力，为什么是绵力？所以阿力知道我的本人什么准人不是吗？你的本名不是什么准人吗？灵体人，我要去猜拳了。等我毕业嘛，好不好？等我毕业，我们就可以吃大餐。谢谢陈家树的简单吃的，不一起拍现实动态吃，就当一起吃。不要，我想以后一起真的一起吃，最少赢到100吧。嗨嗨，阿力，那个阿力大哥可以换吃酱肉是吗？30%好。那对娇娇说，阿力对粉丝真贴心。没有，没事，我没有对粉丝贴心，我是觉得啊，我跟你们是朋友吧，草莓奖欢迎我茶叶蛋就好，谢谢。哇，阿鲁，我你茶叶蛋就好了吗？我要去猜拳了，我真的要去猜拳。你要吃牛排吗？我们可以去吃锅吗？我喜欢吃十二锅。我先回猜陈家树两场胜，我赢啊，负好 HK 耶、yeah, 第一场就赢，第二场赢，第三场拼手，第三场赢又赢啊，输一场，输两场，输三场，输四场，赢一场，平手，负，平，加油，平，负，平，胜，最后场是赢，太棒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有104个胜场，太棒了，谢谢 HK 柳春早，谢谢大家给我的猜拳。阿力大哥30盘里面包到长春跟味噌汤吗？那要去问娇娇，娇娇会。你们什么时候要决定变装的服，变装的服装什么东西？空白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没啊。柳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柳橙水春早，哎，恭喜主播进入最热门，热门最强新人王耶！ Yeah, 谢谢大家，依旧早安 seven， 我可以不用吃。娇娇为什么不用吃？等到阿力以后毕业了，就用一个餐车来哦，大家快来吃啊，快来吃哦！猜拳大会要变装了，还没。哦，我要决定变什么装，还没想到。所以阿力有去看，还没。HONGRULIN 的影片吗？还没。等一下来看，我一直忘记，谢谢你提醒我，先把这一段截图，谢谢佳佳提醒。我最近真的是忙到忘记，佳佳握的寿司特别好吃，所以我们大家要去吃佳佳的寿司，吃起来。草莓风还拼种子选手最后一周才是重点，没错，重点来了，我们要抢重点哦。柳橙，谢谢你的 love。想吃阿力采的竹笋，那你就直接吃我吧。柳橙，谢谢你的 love。 阿力不要看那频道，那频道很奇怪。真的吗？冠宏，很多人还没出手，你是说猜拳吗？
T588 03，林九一早安。去吃寿司说阿丽派我来的，叫他跟阿丽大哥收钱。吃你好啊，那个频道不会奇怪了。好了，我去看，我会去看。娇娇，我等一下下播就先看一下。我一直忘记，哈哈，你有提醒我。李冠早安。阿力大哥是不是娇娇？还有个 HK 来，好了，阿力富啦，没有看一下阿力富。阿力下播要休息先，没有，我先看，我可以躺着看了。吃娇娇的寿司，这就娇娇的寿司，烤焦的寿司。Hello Only， 谢谢你的玫瑰，走一起是缘分，一起走到幸福。早安。林小明早安 ，Only 早，花生糖早，焦焦的要烤的焦哦，所以焦焦你要去哪去烤？乱早安，白饭早，早安。你们觉得我猜拳大会要穿什么衣服？穿仙子的衣服，娇寿司全新品牌。那我来开一个娇寿司，就是我很喜欢吃娇的东西，它里面都是烤娇，看你们喜不喜欢。曲贝贝早安，应该是说阿力烤焦小布布门店，阿力烤焦小布布门店。穿竹笋装好好笑，我不要穿竹笋装太好笑。花仙子好啊，花仙子好，我要永远都当仙子。贵仔早，可以不要考教我吗？运动服拿颗篮球运球进场，哎，不错哦。旅馆穿寿司装，穿三角饭团和就是本丸这个三角饭团这个衣服。好啦，跟欢迎早安。我觉得穿球衣球裤好像不错，好像球衣球裤不错。好诶，那我穿球衣球裤，然后带颗球进去运。陈家树，谢谢你的心之怪。水蜜桃装是什么啦？我怕大家会想吃我，不行，我没有水果服装，穿饭团了，然后走路都这样超胖。花生糖是你的玫瑰，可以穿小心进去吗？我要穿球衣。本娃谢谢你的剪刀石头布。 Hello 扣转哥吗？是吗？是找你吗？谢谢本娃 Google 早安。花生糖，谢谢你的玫瑰。阿鲁酱母汤哦，我穿那个好了。秀会计那个什么，穿那个什么健美大会的衣服，就是那种很壮的衣服。糟糕，竹笋装在哪里了？我不要，我不想当竹笋，我会被吃掉。一手半篮球，一手猜拳有画面。哎，真的哎，旅冠你真的是，谢谢你的想法。好啦，其实你们想的妆，你们想的服装我都觉得很 OK。 好，卢卡乐穿竹笋装。那颗素一二四一早安，吃你拳头。那怎么吃我拳头？吃我的篮球，我打篮球进场，大家等着吃我的篮球吧，呛他们。保护队早安。早安啊，保护队。阿力晃你。好，来打球就叫当球。为什么什么都是娇娇？不然你穿球衣，然后乐巴姐穿竹笋装，他会进场吗？你运球进场应该蛮帅的，穿竹笋装更帅。好吧，既然你们，我就找找看有没有竹笋装。如果找不到就
说哪里找得到？告诉我。刚睡醒就来看阿力，我好乖。早安呐、啊，保护队友，吃早餐了吗？话说握手会那套真的很美，大红色皮肤又白，那件是我之前去参加我家人婚礼的衣服。然后阿力喜欢科里跟科比，别再跟我说科比了，好难过、哦。大红色皮肤又白。真的吗？本丸喜欢吗？大家喜欢吗？大家有去吗？穿竹笋装运球进场，厉害了，真的是厉害了。那我要穿寿司装。阿力就是我的早餐，好甜呢。夜空早，你穿的很像魔女宅急便，真的很多人这么说。大哥早，大哥早安呢。科比现在，卢卡的现在要什么什么的时代？那是什么时代吧？完了，那我这样很心机耶！我想说跟大家见面嘛，来个大红的颜色，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热情。阿力的热情跟美玲一样穿红，对，跟美玲前辈一样穿红色，跟我的小三每日一样。 Hello 空白空白，冠宏说的那个独行侠的空位是谁？我没看过他。他是我的小三美日。上个欢迎阿力的热情烫到我冰冷的心。怡真前辈的也很好看哦，他是穿那个韩服吗？啊，不是韩服，日服，就是日式的。人总是有离开的时候，没人能逃得过。真的 HK。像你心爱的狗狗也是总会离开的时候，没有办法逃得过，所以我们都要珍惜一下彼此。现在我们要珍惜彼此，好好的爱对方，好好活在当下。像阿力最近看很多选秀节目，看得很有心得。看我的狗早安，我的每日和服啦，对不起，今年 NBA 第二年，斯洛维尼亚来的帅哥，真的哦。可是我不看帅哥的，我看美女的。冠宏，你要穿红色的话，我们只好去穿，去说服另外两个成员穿黄和绿。是红绿灯是吗？还是要不要来一个青椒彩椒？谢雅早安，黑儿早安。所以我最近好好珍惜能看到阿力的直播时间。对啊，我真的很开心 HK 你最近都会来陪我来聊天了，因为你之前丢完火箭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了。你知道我们这个直播团就是要大家一起聊天。我最近看那些选秀节目，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在一起努力的女孩们，她们就是一起的，就是一个团体这样一起，所以然后很认真的一起做每件事，然后有人陪伴的感觉真的很好。然后出道的那一瞬间，其实我也都是看到哭，我真的就是看到哭。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应援团就是汪汪很厉害，汪汪唱歌很厉害，没错，汪汪什么都厉害。阿里的意思是大家下次去活动都要穿女装？没有，我希望你们穿得舒服一点，那我们只好变美女。哦 HK 你又来了，领悟太多了，我不想管你了。这次好，然后我要讲完我刚刚说完的话。看着大家出道就觉得好感动，所有的努力啊，还有那些他们帮他们应援的人呢，真的是很用尽心力，然后他们也很
很努力这样子，同时进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。来看 D D 五二认识萌萌的人，如果直播看直播应该会吓到吧？来还傻哭了不行，也不也不傻哭了不也这样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活在当下，跟大家一起认真。幺幺早安。好，我要去猜拳，希望我刚刚的咳的那几个那几下可以赢 HK。 耶、yeah, 第一场就赢，耶、yeah, 第二场也赢，平手平手啊，输了输了输了，平手输了，赢了赢，输赢输赢赢赢，等一下太干了太干了，赢平手输输了平手输了赢，然后跟本丸本丸输平手，没有赢本丸。阿里没事吧？没有，我刚刚呛到，我刚刚呛到了。现在咱 HKTP 都满实力满满，真的哈，真的哈 HK。还有依云前辈，真的要早安，聆听人早安，卢卡乐早安，大家都是满满实力。HK 今天谢谢你，辛苦你了 ，HK 工作加油，拜拜。要再来跟我们聊天哦，三倍速欢迎，现在早，立早，立友早安，林咪咪精灵咪咪早安。小松宁宁宁宁吗？路痴早安，紫云早安，柠檬早，早安早安早安，耶！ Yeah, 谢谢娇娇的剪刀石头布，我要去跟娇娇猜拳。娇娇，你不要送太多，小心我揍你哦。好了，娇娇，停止，陈家树，我看我跟他啊平手。好，来看我跟娇娇，耶、yeah, ！第一场正赢，第二场负。第三场平手负赢平手，哎，怎么变 HK 了？等一下，来猜拳。Hello， 分享直播，谢谢班长的分享。神啊，拜托让我输，念白痴，我赢了22场，怎么一回事？对啊，哦，陈家树，你不要只给我这样子哦。小珍，谢谢追踪，看一下啊。哦，我继续猜拳，平手，胜，阿丽都没赢过我，对呀、啊，我真的很弱哎、欸。流浪到屏东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不是，我去超商买一个面包带回来三个面包，什么意思？佳佳只为 V 狂，早安阿丽，多喝温水。是不是安安传染感冒给阿丽？没有，他最近没有跟我见面，但我知道他也有感冒。透露酱早安，451641早安，流浪到平东早安，加速才是财神，佳佳跟 HK 还差200多财神就可以让阿丽变脸。我先不说话。
先不要说话，我说话就喉咙就很痛。好，可以说话了，谢谢分享，好多了，我要去猜拳，不要玩了啦，耶，输保护队，跟阿丽线上聊天，我已经没有聊了，我想好多了。昨天猜了 NBA 球员，没一个球员认识。去哪里买 NBA 球员卡？不要再飘了，娇娇。阿丽觉得大家打字太慢了，不想聊。对啊，慢呢、欸，开玩笑啦。谢谢你们爱我。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喉咙。
是不是感冒不能喝牛奶？是吗？有这样的说法吗？有吗，兄弟们？臭臭澡。抱歉，我等等中午去看有没有地方可以换手指的。为什么要换手指？其实不是大家打字慢，是因为打字要先审查一下。对啊，打错字很丢脸哎，对不对？像我刚刚就直接打注音。阿嘎早安，可以吼。那我要喝牛奶哦，很饿，肚子太饿。感冒归感冒，还是要好好吃东西吧。换手指看看能不能，直接先把手指切掉。没有，我刚刚是懒惰，不用不用把胶改成注音，打不快。早上好，八一九早安。我想呼吸。好了，阿丽要关播了，还有五分钟，阿丽要念榜咯。要不要比手画脚？阿丽不说。好了，我要念榜，先让我休息一分钟，休息一分钟我再开始念榜。会这样子，我会移到旁边，我不会这边直接给你们看，你们辛苦了。小病毒，干嘛不是要表白陈家树？今天一个小时而已，今天一小时。这可以开静音模式哦。那我觉得你们回去可以剪接一下我一直洗鼻涕的那个的片段。好，念吧。第十九名是欧林，谢谢欧林。十八名是花生糖，谢谢花生糖。第十七名是北原神推，谢谢北原神推。第十六名是 Happy Love， 谢谢 Happy Love。第十五名是阿卢，谢谢阿卢。第十四名是柳晨，谢谢柳晨。第十三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十二名是空白，谢谢幽冥不灵是空白。第十一名是富伟哥，谢谢富伟。第十名是默默，谢谢默默。第九名是九月新秀耿耿，谢谢耿耿。第八名是呱呱，谢谢呱呱。第七名是林庭仁，谢谢林庭仁。第六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五名是玲玲的单纯天真可爱保护队，谢谢你。第四名是本晚安，谢谢本晚安。第三名是快乐帮的佳佳，你还改名字哦，你很无聊哎。第二名是陈家树，哇，你的大头贴谁画的大画，真的是厉害的人。第一名是 HK， 谢谢 HK， 今天谢谢大家。很小脚丫，小心的小脚丫，小心的手手，这个叫叫不好吗？好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是在改名，我就叫浪浪 life 说改名要换要钱。阿丽的声音，阿丽的声音今天不一样吧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先看还有猜拳吗？没猜完的，都有猜完。OK， 快吧，快关吧，不然红包要来了。为什么阿丽的声音？还没，我要到时数，还有一分钟。不一样的声音，还喜欢吗？你们也要休息，最近会常常下雨什么的。陈，你现在才来，我已经要乖了。
我真的要挂了，拜拜，拜拜。